黑猫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栗子。我最近听朋友说在 Canyon Vale 开了一家新的羽毛球馆，然后去过朋友都跟我大力推荐他们家。今天就去看看这家羽毛球馆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吸引着他们去吧。到了，看到那个大的那个标了吗？那边就是羽毛球馆了。OK， 我们到了。我是今天的12点来打球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栗子。是二号场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啊，就想问一下，你有专业的羽毛球鞋吗？哦，我是专业的鞋。OK， 啊，那你顺便给我换一下鞋。哦，好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栗子同款球鞋店里有售卖哦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像羽毛球手，我应该选什么？我们有三种品牌 ，Victor、李跟 Potter。你可以选，如果你不知道情况的话，你可以选轻拍或者是喜欢的颜色，像你这只粉红色的就是这种色。我特别好奇的是，为什么这个羽毛球拍它没有球鞋？哦，好的球拍就没有穿线，没有一穿，而且选择自己的线。哦，所以这边是可以帮忙穿线的，是吗？对的。选一个颜色然后就穿吗？对啊。这是这种事也选，那我觉得它白色的顶就选白色的好了。看这个 ，OK。对，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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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你给我评论。